变吗？在跟人家谈的时候，就是 PPT 那时候可以就是小提一下，列一些，对啊，重大事迹。计划书的话是你所需求的东西，对，你要的东西是什么？然后可以达到什么效益，可以为公司带来什么作用，我知道。道理我懂，可是我不知道结构怎么写。你早点在录影。对啊。其实计划书逃不开人事实地物。就是看你怎么去编。五场，四场还五场，一二三。1, 2,